阿星，婶婶，你怎么到这里来啦？我刚刚去你家里整理，然后你婆婆说你去干活了，我就走过来了。没想到你在这里抬水泥呀，阿星，这都是男孩子干的活，你怎么来抬水泥了？ 这么重的活还是不干了吧？是啊，我现在就是想干，就是为了生活啥，儿子上学的话，现在家也没什么剩的。阿信，这么累的活我们还是不干了，小孩的学费我帮你想办法走走，我们走，我们不干了，不干了，你看。 不干了吧，学费我帮你想办法，真的。你看这么重的活都是男人干的活。来，我帮你一起抬吧，我帮你一起抬。 阿星，来喝点水吧，喝点水再干吧。你看，把你累的。谢谢，我先喝点水吧。没事，不用谢你，喝点水吧。你好，大哥。哎，你好。就是那边有个女孩在那边干活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这300块钱给她？为什么你自己不可以？要是我自己给她的话，她不会要的。 他看你表现太好了，就奖励你。那我们先吃饭吧。哦，你还没吃中午饭吗？没有，我们一起去吃饭吧。啊，你放在这里呀。先吃点。那行吧，那我带点什么好吃的。 我吃一半就好了，阿信，我吃一半就好了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阿信。 下雨了，那行吧，好，走吧。啊，洗头啊？对，我想去做一下。
好好，行的行，好。那一下我就给你了。阿信，你那是什么？哦，就是洗衣粉。洗衣粉啊？你不会是用这个来洗头吧？对呀、啊，就用这个洗啊。就用洗衣粉洗头啊？是啊，我今天用这个洗的。就用冷水洗啊？就这样？不是，不烧点热水吗？阿信，我到那边去拿点东西，那你洗头吧。拿东西啊？对，我到那边去拿点东西。哦，那你去。好好。阿信，哎，洗好了吗？刚才随便洗了一下。不用吹风机吹一下吗？不是，不用吹，家里没有吹风机，泡泡下。不用不用，阿信，来，这个送给你，来。小俊，你怎么还带了个花呀？今天是个好日子，然后就每个女孩都会有收的花的，来，给你送的花，这个、来。我也那个呀。没事没事，来，你收下吧，收下来，没有其他意思的，就你收下就好了。没事没事，你收下。阿姨。咦，这个小伙子你又来了吗？阿姨。你干啥走？啊，今天上来，今天是节日嘛，然后上来看看你们。你这个傻子对象，想左想右却不再继续。你大过年你也傻子，这个傻子对象嘛，这样。怪当初真的，这个东西不要了你。阿姨，不是不是，你不是不是你误会了。今天是节日嘛，然后我也给你带了礼物的，是今天是每个女人都有收到礼物的。然后我跟你说，你以后不要再来了，你今天要来了你。不是，我给你们送了一点礼物。你说啥子礼物你？来，我也给你带了。一件衣服，对，我也给你带了一件衣服来，你拿上来，你不要生气，来。啥子衣服？啊，你拿去试一下，不知道合不合身，来。你这啥子衣服嘛你？这夏天穿的，我也不知道合不合身，你拿去试一下嘛。你拿去试一下嘛，阿姨，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我试一下看嘛。行行，你试一下吧。阿信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就一朵花呀，没事，没事，等一下我们，捡起来就好了。来，这个我也给你带了一件衣服，你试一下，不知道合不合身，来。你带太多了，衣服就不用带了，真的。没事没事，你拿好吧，你都让你破费。没事，你拿去。每天都干农活，真的，穿不了什么衣服的，你带回去给阿姨穿吧。没事，我买了，来，你收下，你拿去试一下合不合身，你拿上吧。小俊，我真的不能要。没事，你收下，阿信，我看你天天穿着这些，然后我就给你带了就随便带了一件，也不知道合不合身，你试一下吧，你拿去试一下，不是我也不知道合不合身。太谢谢你了。没事，不用谢，我们是朋友嘛。走吧。行行，你试一下吧。合身吗？我买个白色的。出真的太爱，看着还可以呀、啊。爱到心。这裤子就是这样的，对。阿姨，合身吗？合适。哦。穿这两身都可以。哦，喜欢吗？哦，喜欢。我看了你穿过这个裙子，穿这两身都可以。哦，喜欢就好，喜欢就好。喜欢。阿姨，我也要我穿好了，你们两个是你也要我穿这个，要穿好了哦。就让我啊，这个也很舒服吧，那个阿姨，阿姨去哪里呀、啊？哦，但是她逛一圈才回来。哦，去逛一圈呀、啊？对，那我哥哥我们进去。啊，那行吧，行吧，应该你也饿了。好好好，不用不用，好好好好，谢谢。哇。你这个你吃得惯吗？我们平常就是这样吃的，就是新鲜，今年自己种的，那你吃一个。好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你吃惯吗？我还帮你吃。应该吃得惯，应该就这样吃吗？对。好好，谢谢啊。哇，看，真的太香了。阿信，哎，你怎么把衣服换了？哦，就是要到这上面去背一点柴。把它换了，我害怕会弄脏。哦，你去背点柴呀、啊？对，就在旁边。那我跟你一起去可以吗？你要去吗？对，我想跟你一起去看一下。那行吧，你跟着我走吧、啊。行。阿信，阿信。小军，你在做什么？我们两个还没有吃饭，准备弄一点饭吃呢。
哦，刚好我给你买了一点菜。你怎么又给我们带东西了？我都不好意思了，你拿回去吧，我没有吃的，你看。没事没事，你收下吧。我看你们天天吃腊肉，我就不知道买点什么，就带了一点新鲜肉。哦，真的是。来来，你拿上吧，拿上吧。太破费了，每次都让你破费，我都不好意思。没事没事，我一点心意，你收下吧。小菊，快坐吧，我们一起帮我点饭吃。嗯，好好。坐吧，坐坐，你坐，我给你。好好好好好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坐吧。好。这边是哪个？这做的是米饭吗？哦，对，我现在在煮米饭呢。那我今天太巧了，又能吃上好吃的。只能吃一点家常便饭了。没事吧？哦，没事。我看一下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出了一个那个。要不要帮忙啊？没事的。阿信，你在这里面放了什么？怎么这么香呀？哦，放的杨杜鹃啊。杨杜鹃啊。对。哦，怪不得这么香。啊，等一下，你要吃一点。阿信啊，不是，真的。你在这里是没有工作啊，娘，姨娘。啊，你不要工作。啊，这不是跟他转到去哪的啊？这是你们不是转到去哪的啊？不是，你说。说不着了，你说谁能说嘛的？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我估计是你的阿姨啊。说这些像你说嘛的，我心里管什么嘛的？说你那你妈妈多少钱？老不懂不懂，你才年纪这个妈妈啥你们欺负都不是觉得说，就不是跟你觉得说的。妈妈啥你们欺负都不也是，这他没事没事的，你欺负我们的，这吃心了吗？妈妈啥你们一个别的不是觉得说啦？你说什么呢？你进屋去啊！妈，你吃了老，你问我。吃了老还吃了，还吃了我的。送给吃了老还吃不够吗？年年那个面子吃不饱了，这什么时候给啥子拉呀的？我那一个就走了这呢，不吃不不多，年年的吃都吃不饱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上，拿什么我上？走走走走。不不不。你骂我嘞？你连我都说啊！你连我都说了，还骂我姐们？我都说，你妈妈啥都没管，那不是叫他说，你那不是的嘞，不是，死活的自己说了。你还骂我都说，得几个了？我的闺女，老不服嘛？你婆婆她怎么这样啊？只要我不听他的话，或者就在白天或者在家，他就给我找各种各样的麻烦。你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。小菊，不好意思哈，不让你介绍了。没有没有。你坐吧，你坐，我们弄饭吃吧。阿信，要不我就。不做了，我下面还有点事，我就先走了。你吃了饭再走呀，饭都弄好了呀。不吃了，不吃了，明后天有空了再来，看看你们。没关系的，你把饭吃了再走呀。不吃了，不吃了，阿信，我就先走了。拜拜。那你慢一点。好，再见。